首曲子呢是《亲亲啦》，在中文的意思呢叫做《神牛传说》，因为在印第安的文化里面呢，牛是他们的守护神之一，所以呢这首曲子也来诠释呢守护家园强壮的力量。大家也再一次的给他们一个掌声，一起来欣赏这首曲子。大家一起来拍手吧，一起来拍手架，一。
我觉得应该要来一个照片 ，Take a picture, please。我们请所有呢，刚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请刚刚呢有一起共舞的来陈文忠议员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们也上台跟我们的乐团一起来一个合照，好不好 ？Jay, take a picture, OK。好，也感谢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呢，也用热情跟着我们的安第斯乐团共同来舞动。这个平常呢是很难得有机会，因为他们是国际级的一个演出哦。对，一样拿出祈福的手势，陈文忠议员还有黄启豪机要秘书祈福，向上天祈福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，那也请给我们的乐团一个赞好不好？安第斯乐团赞不赞？赞！好，再看一下我们后方的摄影师，后方的摄影师 ，one more time, one more time, please。再来一个赞，安第斯乐团赞！我也要来，再一次，安第斯乐团。欢迎欢迎，一起来一起来，大家一起喊一个赞来，安第斯乐团，好，让我们后方的摄影师来一张 one more time, one more time please, 安第斯乐团。掌声鼓励一下，哇，第三首大家就已经嗨到不行的地步了，接下来继续来咯。